本来也不是真的喜欢小鲜肉，可是他是肖战，这样的身材，这样的长相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男人？他的家在什么地方？请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。不愧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星，但我们都不是肤浅之辈。战战的容貌让我们很是欣赏，他的天赋和能力更是让人着迷。艾漫数据近日公布了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所有明星的商业价值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。 明星的商业价值是以代言数来衡量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四个方面分别是专业指数、热度指数、代言指数、口碑指数四个方面。上一季肖战毫无疑问是一号，九十六点七三的满分，足以证明肖战的实力和商业价值。综合上述四项指标，肖战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。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肖战的战绩。首先是专业指数，艾曼的数据中。 肖战的两个角色都得到了提升，一个是《王牌部队》，一个是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。《王牌部队》在去年底登陆江苏电视台，该剧在一月份播出，并获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同。肖战真的把顾一野这个角色演活了。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到一个角色里的时候，有了讨论，有了眼泪，有了悲伤，有了情绪，就有了成功的可能。而肖战也将这个角色演绎的非常完美。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男人。 是一个调皮捣蛋的新兵，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，一个疯狂的修炼者，一个不会忘记诗词和爱情的青年。他是自由自在的海燕，飞翔的老鹰。对坏人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；对女士们是最好的绅士。顾意十八岁，胸怀大志，字字掷地有声。当兵死我的命。十九岁的顾意也上了战场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，他的手却始终无法触及。牛羊成群，野兽独行。 这四十年的军旅生涯，让我们看到了顾一野的理想。他的成功让所有人都满意，得到了肯定。三月份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在芒果台开播，肖战扮演的顾魏占到了百分之六十的功劳。即使到了最后，他的微值也破亿，这也让他在甜宠剧里多了一张代入的脸。说他是三月男友也不为过，毕竟顾魏顾博士是集犬系男友和 D C 男友于一身的，没有人能拒绝他照顾低血糖的林之校。 又帮他熬了一晚上的粥，休息的时候做好病情注意事项，分析了国内外治疗优劣，给林老爷子熬了一碗汤，还有女主的粥和水果，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男友。肖战在这个角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很多细节都是肖战自己设计的。顾医生的揉眼睛的小动作和肖战的日常都是一样的。顾伟一百八十三点六的身高都是肖战的执念，所以这既是肖战的身高之。肖战除了顾伟的身高之外。 还和其他几位导演商量，让顾魏的角色变得更加的完美。这是一部很不容易的剧，从十九年前拍到现在，肖战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从最受关注的明星到最黑暗的生活，到最后披着铠甲王者归来，一切都变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顾一也在这里等了两年二百一十七天，肖战也在等着他。顾魏日复一日的苦苦等候，肖战日复一日的在生活的地狱中挣扎堕落。 不管是聪明帅气的新时代士兵，还是最近热播的爱情故事，肖战都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融入到了每个人物的脑海中，让自己和人物的灵魂碰撞，迸发出璀璨的光芒。肖战的事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肖战在挑选作品的时候，已经有了更多的话语权，不再需要他亲自上阵去拿资源。面试只需要十秒钟的时间，其次就是热度指数。肖战到底有多火？ 比如肖战在三月末的一段短视频中，就有一段清唱的视频，瞬间就获得了数十万的点赞。不过，因为肖战本来就打算把《余生》的同名主题歌放出来，或许是因为他忘了合拍，所以肖战很快就给大家录了一段合拍的 MV。而第二个视频也是火了，短短几个小时，观看人数就突破了两千万，点赞更是突破了两千三百九十三万。而在这首歌出现之后，更是引来了数万名网民的围观。 肖战的人气之所以这么高，就是因为他很受大家的欢迎。尤其是肖战出演了越来越多的好角色，让他的人气和热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肖战的人气再也隐藏不住了。肖战在微博上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三千万，在七天之内，微博上的粉丝数涨了十八万。下载陈情令》的帮助下，肖战的粉丝一直都在支持着他。而现在，肖战的出现让他的成长变得更加有意义。 还有就是代言指数了。之前有网友说，肖战代言的每一款产品都是知名品牌，从高奢到国民品牌应有尽有。肖战在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拿下了上汽、奥迪、德芙、N A S 三大品牌的代言人，并且在官方的宣传中，每一次的宣传都是那么的抢眼。肖战和阿 s 的合作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热潮，很多买了同样款式的 N A S 品牌的粉丝都开始了倒卖。 纷纷晒出了同样的效果。从 s i s 的网络和线下来看，肖战成为了这个品牌的代言人，立刻开启了新的营销模式。旗下的多个系列产品在短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，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款产品在发布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达到了三千万，并且在一天之内就达到了八千万。而就在余生结束后不久，肖战的代言也传来了好消息。 百事中国的官方微博上也放出了一条热搜视频，肖战的代言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肖战是被誉为“小福星”的代言人，和百事可乐的强强联手，一定会再一次成为商业传奇。百事可乐的官方宣布，不仅仅是肖战旗下的一个知名品牌，更是代表着肖战在二零二二年获得了四大顶级的商业代言。当然，这些广告还远远不够，肖战要代言的牙膏，很有可能就是好来。 这是一支老牌的牙膏，原本是黑人牙膏，后来改名就是为了更好的诠释美好因笑容而来。虽然还没有官宣，但肯定是一块大肥肉等着被人收割。真想看看站站的广告会是什么样子。最后就是口碑指数了。肖战喜欢请客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之前在《玉骨遥》拍戏的时候，就有一些群众演员表示，在节目的间隙，肖战请他们吃饭，这让所有和他有过合作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。 王牌部队的导演说：“肖战是有思想的，有创意的。肖战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。这篇评论虽然不长，但却是一个很高的评价，可以看出肖战对娱乐圈的热爱和坚持。肖战在出演《如梦之梦》之后，也得到了不少的好评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孙犁文学奖获得者郭献伟表示，肖战是一位被女性粉丝追捧的当红偶像。著名剧评家陈辉首次观看肖战的演出时说。 如梦之梦，这不是他的巅峰，却是他人生的一个开始。在台上，肖战不但表现出舞台上的才华，而且会将自己的性格特点和动作的节奏和舒张的感情融合起来。最近鹅厂整理出的古装白衣造型中，肖战一共有六个角色上榜，其中就有魏无羡、严冰云等，其中还对唐三、石英等人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。他们和观众们一样，对肖战评价也很高。 另外，肖战的路人缘也非常高，听到了不少路人的议论，从肖战的身上看到了太多的优秀和顽强，尤其是肖战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，更是让他拥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强大。而他的笑容更是让人发自内心的治愈。肖战的这种正义感，让所有人都为之倾倒。肖战向世人展示了他的伟大责任感和优秀的品质，坚信肖战一定会在以后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。你是否会永远为肖战加油？ 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请各位宝宝们点赞支持我们肖战的节目。你真的不要去看一看吗？肖战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个频道里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赶紧订阅吧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肖战的精彩内容了。下次见。